52岁的梁康文近年长驻内地发展，和陈小春、张智霖、谢天华、林晓峰等艺人组成大湾仔哥哥，要在内地揾食，几时都要保持住人气，所以不少艺人都会拍片。梁康文当然都咁做啦。近日他洗车的时候，工作团队就帮他拍片，还将片放咗上小红书，打造贴地亲民的形象。而且他穿着的 T 恤后面还印住不做嘢就冇饭食，但网民反而觉得他扮贴地得太过火，感觉太过刻意，笑他好做作啊。